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开始今天的崇拜，这个时间我们都安静自己为自己祷告，愿意我们真心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他，也领受他的教导，求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告今天的崇拜开始，我们一同站立静听上帝的话语。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现在我们有敬拜团带领我们在敬拜当中，把我们心里的所渴慕的、所要赞颂的都带到神面前。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平安。是的，诸天要来宣布上帝的荣耀，穹苍要来传扬他的作为，日日述说，夜夜传播。感谢神，跟旁边人讲说，我今天要来赞美神，我已经预备好了。你今天赞美神，我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好，我不用邀请大家起立了，我们就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虽然这一首是比较老的诗歌，但是仍然可以开心的唱。诸天啊，皆当赞美主，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繁星同时放，众星宿快来勇敢，众口舌当来。
声归给神。哈利路亚，神感动我们，真的是诸天要来诉说神的荣耀。我们生活中，我们喜欢有赞美的生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平顺顺、喜喜乐乐的。但事实上，旷野的生活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那神就是我们旷野当中唯一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戴着面具说我每天都过得很好。事实上，你正在旷野的当中，但是呢，你却不承认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非常的软弱。当我们夸自己软弱的时候，神的刚强就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了。我相信上帝要使我们在旷野的当中真正的得着自由。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旷野中的力量》来赞美我们的神。来，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黑暗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新世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爱我的天父，对主说，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新世的天父，我依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新世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你日子，你必拯救我。新世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
今世的天父，我依靠你。我呼求你日子，你必拯救我。今世的天父，我依靠你。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把赞美，把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用你自己的词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赞美，请。
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齐聚圣殿歌颂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引领，牧者的意向及众懂执事的领受，教会开启另一阶段的装备课程。无论是在使徒或是在属灵领袖的培育与造就，能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为这属神的家同心合意，彼此顺服谦卑，透过具体的策略行动及代价来完成主的心意及托付。主啊，也为会长委办的修订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赐下智慧与会办委章的所有同工以及众懂执事来完成这阶段性的任务，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为教会摆上。求主施恩赐福，圣灵的引领透过周传道的口能够传讲使徒行传，让弟兄姐妹听到行道施法，效法使徒法的榜样，传扬福音，为主见证。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那接下来是成人诗班献诗的时间，这移到哪里去了？
那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欢迎周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个讲题叫殉道做见证的四题法。我们香港人念的要非常小心，因为殉道跟算道很相似，对我们来讲很难分的啊。所以有些时候如果念错的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 ？OK， 殉道是吗？殉道 ，OK， 好。为什么我定这个题目呢？我也会解释一下哦。之前我们讲过了，《使徒行传》讲很多圣灵充满的这一个描述啊，所以有些人叫《圣灵行传》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字常常出现的，另外一个字是使徒啊，就是英文翻译做apostle 啊，希腊文是 apostolos 啊。在路加福音出现6次，在使徒行传出现28次，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叫它就使徒行传也是正确的啊。使徒是什么事呢？使徒在原文是一个使者，一个代表人啊，一个特事，而且呢是有一个被差遣去做一件事，有一个特别任务的人，所以呢是耶稣基督特别拣选要把他的任务完成的一些人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少叫使徒，因为我们都感觉这个字啊比较像以前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或是第一世纪的人用这个字比较配合啊。现在呢另外一个字啊，我们上世的被差遣的就是宣教士啊。另外一个字出现很多的就是见证，可能翻译不一样，但是与见证有关的名词动词我现在列了出来，包括见证人、郑重的见证、做见证啊、见证的行动、见证的成熟、证明，全部都是同一个字根的，一共出现38次。所以做见证也是使徒行传要表达的一个历史，就是使徒做见证的一个传记。但我们就会问了，什么叫做见证呢？是吧，我信了耶稣，我跟你分享我的见证，是这样吗？这个见证这个字 Martus 是希腊文，后来演变到英文的时候叫 Martyr 啊，你看见那个声音都差不多啊。 Martyr 就是殉道者。所以当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做见证，其实是讲述主当时的人为耶稣基督的道而殉道的人。所以当我们说今天的命题是为做见证的，以殉道做见证的四体反，是代表了这他用殉道来做见证。但实际上是否真的是这样呢？真的是这样，因为当时公开宣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就是明明的去否定罗马凯撒是主的这一个抗拒的行动。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宣称自己是主，所以我出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喊我的主我的神，他也自命自己的神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见福音书里面像耶稣你是神，你是主，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听的那么简单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对不对？但是当时来讲，人家听见的你跟罗马皇帝反抗啊，因为罗马皇帝才是主才是神呢。所以当时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要面对殉道的威胁。所以当我们今天再看福音书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另外一种心态来看，是当时的门徒使徒是面对很大的逼迫底下
来宣认耶稣基督是主。不许我们现在布道会有什么人信主举手，我看见了，我看见，感谢主。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啊，而是面对生命的威胁。有一个神学家在二战的时候啊，第一个神学家叫潘活华，他写了一本书，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叫《追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当基督呼叫一个人，他是呼叫他来为他死。”虽然我们听这句话很沉重，可能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信耶稣要为耶稣死吧？我不知道你心里要怎么感觉。但是今天我们来再看使提反怎样去面对逼迫的时候一种反应。上一次讲到第六章，就讲到七个圣灵充满的，选了七个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要好名声的出来管凡事啊，因为当中有一些冲突出现，其中的一个就是使提反。我们很容易一天听见这样，哦，执事就是管凡事的东西，做那个行政的东西吗？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的使提反，他不单单是做这个工作，他被捕了，然后被人指责啊旁读，他啊诬告他旁读摩西和神的话，造前圣所和律法，拉他进去公会里面，就诬告他说他这样讲啊，很多人做见证啊，他们真的做见证啊，假见证。大家，但是第六章的结尾，大家看见使提反的面貌好像天使，他没有觉得自己啊，面对这些为啥的时候，生命为啥的时候很紧张，或是啊很惊怕恐惧，没有，在六章停在这里。今天开始第七章讲什么呢？他就出来平反了，对那些做假见证的人做出为自己辩护。经文很长哦，1-50节我就不会念出来，我把它总结，他讲了什么话。1-50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从神呼叫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本族，住在哈兰，然后应许亚伯拉罕住在犹大地，然后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外邦被苦待400年，然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隔离的约，然后生了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个支派，如果我们读旧约的人就会很清楚了。然后12个儿子当中，约瑟被卖到埃及做了 宰相，拯救了雅各一家，然后雅各一家就留在埃及，以致以色列民哇兴起众多，一直到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出来，就因为希伯来人越来越多，他就要把男婴杀掉，摩西就被拯救。摩西在皇宫里面长大，蛮有智慧和能力，然后呢，摩西为了保护以色列民，杀了埃及人，后来要逃亡。40年后，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吩咐他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摩西在埃及，在红海当中，在旷野当中，行出各样的神迹，上帝有行的神迹。然后摩西想上那个山领受上帝的圣言，然后呢，百姓就在下面制造金牛犊来拜，作乐。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然后又到了大卫的时代，祈求神设立居所，结果有所罗门来建圣殿。这50节的经文为什么讲得那么详细呢？因为人诬告他什么？你把摩西的律法搞乱了。但是使提反的内容，50节的内容有生命记、出埃及记、亚摩斯书、以赛亚书等等，证明了他并没有旁读摩西的律法，而且
他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圣经的教导了如指掌。在这个情况底下，史提凡就讲以下的话了。五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念吧。哦，一二三，你们这因着景象、心与耳没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他们也把预先全说哪一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哪一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仅不遵守。史提凡开始抗辩，而且呢，辩到对众人的指责。他所讲的是从哪里来的？我先看看红色字的那个，在旧约里面印着景象出现很多次，我没有数过。但是那个印着那个字的意思是，其实呢，不是单单是讲印的意思，其实呢，就是非常严苛，非常如果在这里形容呢，就是形容一个人非常凶，非常恶。新约呢，就用了一个希腊文的字呢，就两个字分开的，就是合并，在整个新约出现了一次而已啊，就是讲呢，当然它代表印呢，但同时代表一个激烈的严厉的、冷酷的、无情的这个字，那个后边两个就是脖子喉咙这个意思啊。现在英文叫 trachea，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史提凡就指出他们是态度、心理刚硬，表面上受了隔离，但心与耳朵都没有受隔离。这个字不是他创出来的，是从耶利米书里面有记述的。当时耶和华就责备当时的以色列民，心里面没有受隔离，他们的耳朵也没有受隔离。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面上很虔诚，但是其实的心没有贴近神的心意。继续，史提凡就对众人指责，他们抗拒圣灵。圣灵来临了，很多人信了主了，之前已经听过了，有很多神迹奇事出现了，但是他们不听，他们不跟从使徒的吩咐。很多神迹奇事已经证明了他们所做的事，如果不是从神而来，就不能成就。过去他们不认识耶稣，把他钉十字架，现在是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迫害先知，什么时候他们迫害先知啊？预言预者要来的先知啊，以赛亚、耶利米，我们都知道他最后是殉道而死的啊，被杀的。那预者是谁呢？刚才啊，也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谈到，将来要来的哪一个耶和华所差来的，从大卫兴起那个公义的苗裔，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是谁啊？这是谁？没人回应，没人回应。这个是谁啊？耶稣。 OK， 这个就是耶稣。你们迫害先知，然后把耶稣都杀害卖了。史提凡也责备他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仅不遵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违反十诫不可杀人。那么严重的是，他们竟然杀害了耶稣。杀了耶稣以后，故事完结了吗？还没有。众人听见他们扎心吗？他们听见指出问题，他们会觉得对不起了，我们做错事了，主啊，你宽恕我吗？没有啊。他们不但没有扎心，反而动了杀机。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跟门徒说，将来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到了，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一个名号好大，我为了侍奉神而把这些门徒都杀掉，维持我们圣殿的敬拜，多伟大的好口号。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这些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众人的反应怎么样啊？我们要一块念哦，54到58，一二三。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用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就到这里哦。众人的反应是极其恼怒。这个是什么字呢？原文这个字是聚成两半，把一个人聚开，把一个物件聚开两半，所以来形容的是非常非常生气，非常暴啊，盛怒底下咬牙切齿，就是啊磨牙这样啊，跟这个图差不多，也是一个盛怒底下的举动。众人不但没有悔改，没有良心被责备，而且呢更加的愤怒。他们想把这个司提反推出去，然后用石头砸死。司提反的反应是怎样？他没有反抗。圣经里面讲他没有反抗，任何人逼迫你或是要抓你，你肯定会有一些反抗，他没有。他举目看天，在一个极度患难的时间，他向神求，他看见的是上帝的工作，他看见的是上帝的荣耀，他看见耶稣在父神面前的右边，父神的右边，他定睛看神的荣耀，神又让他看见。如果你看见，哇，有一天你看见天开了，哇，看见耶稣在上面有一个宝座，你感觉怎么样？我想一生你所做到的值得了。他就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没有带着一些愁为苦脸，天父与耶稣在宝座上看见一切，上帝人人掌权。今天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上帝你不拯救他？你不可以差人来啊，天使来救他吗？可以停止他的工作吗？上帝没有。这些问题留给上帝，我们见面的时候讲。上帝特别选召这些使徒来做见证。但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神的坛面前第一排的是谁？在那个坛下面的是谁？就是殉道的人。殉道的人他们在神的坛面前继续的把祷告献上。众人要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砸他，然后带出保罗啊，就是将来的保罗，现在叫扫罗啊，但这个我们不讲了，往后我们再讲。他的反应是怎样啊？使徒们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句话听来很熟啊，大家记得哪一段经文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向天父祈求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字眼不一样，但是心态是很相似的。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不是求神你为我伸冤。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他们担心这些人不得救，所以他求神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明明他们在犯罪，他们竟然为杀害他的人求情。这是耶稣的心，也是使徒的心。所以斯提凡这样的回应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说了这话就睡了。圣经用每一个字都很 细心，他们不是说他死了，他说他睡了。在保罗另外一个书信里面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睡了的人将来会复活，在耶稣里面一同复活起来。所以我们将来会见到四条反，喂，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不知讲什么文呢、啊、希腊文啊，或是亚兰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将来都会与他们一同见面。斯提凡成为第一个殉道者，他为传扬耶稣基督而生命也不顾，成为一个见证。以下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短片。教会各宗派纷纷派人来，到1894年，来华宣教士已经达到1324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剑桥大学7名学生一起来华，称作剑桥七杰。他们深入山西、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办教育，传福音，将青春献给了中国。到20世纪初叶，宣教士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所到之处不仅带来福音，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等。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着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北京近1000家住宅被焚烧，日本和德国驻北京大使被刺杀。5月24日，慈禧下令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动总攻击。25日，慈禧向所有邦交国宣战。接下来，日、英、美、法、俄、德、澳、意8国联军60000人攻陷天津，闯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
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德京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河里，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28岁的艾瑞妍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义和团事件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爱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为他做的事太少了。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难。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绞，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Under the treaty arrangements with the Qing Empress Cixi, many countries claimed money. Hudson Taylor said, "No, we are here for Christ. We know the risk."We knew when we came out to China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of this happening. We do not want to claim 1 c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no money was given to the CIM at all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And I think God honored that because it drew a line between...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and the cause of the gospel, which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blurred.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7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20年后多达7000人。见的当中有一句话打出来，有一个大的牌坊，里面写着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建立下来的。我们的教会
不是轻轻松松的来来来来会堂，不是，是用生命换来的。他们义无反顾的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来到中国，他们本来都是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他们来中国？我看了这个短片以后，我心里有句话，我们实在太幸福了。我想讲几个见证，我听过的认识的，其中一个是在内地的宣教士的见闻来到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讲过，一个在竹楼中的传道人。什么事呢？原来在那个大陆逼迫基督教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被抓了。他说，你还要信耶稣，还要传道吗？他说要，我就把你的手打断。结果他两只手打断，然后他继续放出来以后走路去讲道，然后又被抓了。如果你还要讲道的话，我就把你的腿打断。他说我还要讲，结果把他的两条腿都打断。结果他就被人放在一个竹篓里面，被四个弟兄抬着去不同的城镇里面讲道。那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说，他去到哪里人都信耶稣。竟然这个人没有为自己的信仰牺牲的，这个信仰怎么会是假的？这位是我一位认识的非常好的弟兄，他是在加拿大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活当中。他50岁的时候是加拿大政府高级的公务员，也曾经是加拿大冬季奥运会的首席的会计师。当时呢，他也服侍教会，也在很多机构里面做一些工作，义务的工作，可以讲是侍奉得心应手，四处出去都感动人，受人尊重。他说，我打算在退休的以后60岁我就回中国大陆传福音。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上帝向他呼叫，跟他说一句话，要等到60岁，你知道你还有生命吗？你知道你还有健康吗？他听了这句话，他就放下工作，身边的人，你傻的吗？还有几年的退休，你的退休金啊，所有东西都很丰盛，你那个时候去。他说不可以，因为上帝呼叫我。结果他去中国大陆，去了一个北京大学里面叫会计。你知道多少工资吗？1000块人民币。住的是简陋的房间，没有冬暖的，你知道冬天多冷啊，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煲水热水，用炭炉来取暖。但是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叫做福音的硬土里面，在学校里面，很多学生，很多教授，很多老师认识了耶稣基督。最后他真的生病，患了一个癌症，结果他又回加拿大治疗。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中国的弟兄跟他说，放心去，这里的工作我会承接。后来他不断的治疗，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也是去分享自己的见证。我就在一个培灵会里面认识他，他的生命感动了我很大很大。再讲一个很近的故事，一个是刚刚我回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回香港，我的嫂嫂在去年的11月去世，因为当时疫情的缘故，我不能回去。丧礼我们也不在。过年的时候，我去就跟四哥
啊，我们去啊，那个墓啊，那个骨灰的那个叫做骨灰堂，那个灵，他有放那个骨灰的那个什么东西，那个我们就去献一个花。然后我的师哥就跟我分享一件事，在整个丧礼的过程当中，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弟兄请假，他本来有自己的工作的，他请了假，好几天的陪伴他办理一切的丧事，一切的礼仪啊，选择那个坟墓，那个骨灰的那个安葬的地方，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看见的是啊，那个海的基督教坟地。我的师哥是哥哥，新的哥哥哦，第四位的，我是老七。我的太太说，他是我们全家七兄弟姐妹最不可能信耶稣的一个。他看见这位弟兄，他感动了。他会怎么样？会有一个人这样的付出呢？现在我的师哥已经回教会唱诗，我不懂啊，很多我不明白，但是我唱诗的时候很高兴。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因为他以前是我们家里面最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哥哥。人所做的见证是可以改变人的。大家认识解释人吗？这个图片，如果你看这个朋友，我刻意不把名字写下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是谁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凌空出现的。他们就是在30年代中国教会的传道人，中间的叫宋尚杰，他本来在美国读拿了博士的学位，来到中国的时候，回中国的时候，可以已经有大学要聘用他。他硕士的时候考第一名，拿了一个金钥匙。他听到上帝的呼叫，回来在泉上面把这个金钥匙扔到海里面，要传福音。他去到什么地方，神迹奇事随着他，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写出来的，带领中国10万人信耶稣。30多他就去世回天家。王明道在做很多年的见证，大家听过50年后60年后的书，右边的是尼托生，也是在狱中里面死去的。他们都是被诬告被逼迫，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啊，吴老师可以为我们弹一首歌吗？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作为结束。这首歌如果你懂得唱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唱，是我们的弟兄尼托生所写的，把他当时的情况心态让我们知道。让我爱而不受跟待，让我失而不受伤刺，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自己清酒不知饮酒，只想薄饼不想流饼，清楚生命乃是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是人的束缚，不受继续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亮，宁可怒，宁可诬告，宁可背负，愿意一切力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
爱动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信任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尽力的人得安息。我竟不知前路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会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甘愿。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这是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一直都持随。我们再来最后一段。我竟不知前路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甘愿。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恩中的眼泪。今人走主道路，顺服神旨意，重新被施加，直到见主面。好严肃，好沉重，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猪，有一只猪跟一个母鸡在谈话，那个母鸡跟他说，那个猪肥猪说，我们可以做一点事为世界做出贡献吗？那个母鸡就说了，我看见社区里面很多儿童因为家庭贫穷饿着肚子，不如我想了一个计划，我们每天做一些早餐火腿煎蛋给他们吃，好不好？那个肥猪就蹲下来，很沉重的没有说话。那个母鸡跟他说，做点事吧。那个猪就说，对于你是一份工作，对于我是生死的选择。我们的宣教士选择了把生命献上，你愿意怎么回应呢？我们现在呼吁的是什么呢？回到教会来，到祷告会，参加小组，一同建立教会，不是让你把生命摆上哦，对不对，弟兄姐妹？不要再谈谁谁谁怎么会走，为什么找一个香港人来牧养我，不要再谈这些好不好。任何人跟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做这些事的，我们来建立教会的。我们的教会是传道人宣教士把生命摆上来换取的。不要再说的无聊的话，我听够了。各位弟兄姐妹，我都想问问纯纯，我都想，我很懂得说笑话的。你知道，我认识的宣教士，现代的宣教士，一句中文都不懂的，去到中国大陆，从零开始学习，他们的孩子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本来在外国可以进大学的。
然后现在大陆逼迫他们来到台湾，你知道为什么有台中浸信会吗？就是宣教士被逼迫来到台湾建立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扎心的话，我真的没办法。如果你真的不愿意付出一点点，我真的没办法。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从第一世纪开始，使徒愿意把生命摆上建立教会，他们义无反顾，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使命、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当中，他们无法不回应。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宣教士听到你的呼叫无法不回应。主啊，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建立，让我们能够得到福音，得到拯救的恩典。主啊，来到现代，我们怎样去回应呢？主啊，求你亲自的去呼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求圣灵你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已经看见你的作为，看见圣灵的工作在这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同同心合一的建立教会。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继续我们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如果你在线上的，你也可以通过线上的奉献，我们有一个线上的网那个官网上面可以用线上奉献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回到我们当中啊。如果你有特殊的原因，你有无法来到教会的，这是个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不停止聚会。但是如果你上班没问题，如果你去吃饭没问题，如果你出去外面要浏览没问题，教会不会有特别的病毒的，在外面一样，请你回到我们当中，我们需要你，我们一同唱诗。感谢你，你给我们
永恒的救恩，让我们在罪里面得释放。你又给我们有丰富的供应，让我们在困难的日子，我们仍然可以依靠你生活。主啊，我们现在把你所给我们的奉献用在你的事工上面，求你让我们有智慧，为到你的国度，为到世界的需要，我们摆上付出，以致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更多人能得救。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接下来是家中大小事。那我们欢迎在线上的观看台中基金会直播的朋友，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麻烦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吗？那我这里有三位新朋友，第一位叫做林佳怡，然后第二位是劳林琴姐妹，然后第三位是郑美文，麻烦你到前面来，那我们欢迎你，然后跟我们牧师合影留念。那我们一起拍照，我往前看一下，那欢迎你们时常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那事工报告第二点，会章第十次的修正提案线上投票于3月10号星期五下午5点截止。那目前尚未投票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到投票处外面接待处的投票处去投票。那我们投票到下午1点为止。第三点。3月份执事会于下午2点在活动中心举行，请执事届时出席。第四点，周三祷告会的进行的方式我们有一点改变要从晚上7点半到8点45，那内容有敬拜、圣经的分享，然后还有祷告的时间。那祷告时间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体聚会。那另外一个就是线上观看，那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拨空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如果有需要代祷或感恩的部分的话，可以自行到接待处去索取感恩表，那麻烦你再投入接待处的代祷箱中。那第五点，教会将于4月2日主日下午1点半举行清明节的追思礼拜。那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已故家人追思，那会后可以自招待桌资料填写报名，那我们登记到3月26日为止。那第124届的复活节敬礼，那施敬者是艾珍牧师，那我们有分成两个敬礼，一个是青年牧区，定于4月8日在青崇举行，那我们欢迎12岁以上。愿意公开承认信靠耶稣，信而受浸做见证的年轻人参加。那慕道班跟敬礼班课程报名后会由周传道安排上课。那成人牧区的敬礼定于4月9日的主日第二堂举行。那慕道班跟敬礼班的课程共有3次。那今日下午1点到3点在C12牧办会议室上课。那欢迎凡有意受浸的弟兄姐妹可直接前来上课。那另外2次的上课时间为下主日的3月19号以及3月26号主日。那上课的时候也麻烦填写会友及缴交2寸照片。那同时我们此次也接纳新朋友加入教会，若弟兄姐妹这一年在教会稳定聚会，可填写会友卡并于4月2日交回。
那施工报告第七点，2023年主日及青虫圣工计划表已修正公布在接待处及公布栏，并列印在招待桌供自由索取，请弟兄姐妹踊跃关心教会的事工，为教会复兴代祷。那接下来是祝祷时间，我们欢迎蔡牧师。要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默祷后散会。